不怕甩出来吗？ BJ Soda 泼水节疯狂被射，冲击力超大，石头胸都快被射掉。亚洲最出名的女 DJ 当然少不了 DJ Soda 了，长岛不同国家表演的 DJ Soda 知名度大开，也被不少的宅男封为女神。好久不见的她近日去了泰国参加泼水节，一向以性感著称的韩国名 DJ Soda 除了有打假播的嫌疑，样子也十分不天然。最近他上载了一段参加泼水节的短片，片中清楚看见他不断被泼水，而水的冲击力可大可少，令人担心他身上会有东西掉落。其实不止今次， DJ Soda 也常常到不同地方打碟演出，一向不吝啬自己身材的他当然要展现自己最火辣的一面，身穿三点式流线型。从下面这张照片其实都隐约看到 DJ Soda 的胸部十分不自然，似有硬物在内的感觉。他也发布了一段十分性感的 Boomerang 影片，身穿比基尼及性感的 DJ Soda 蹲在木台边上半身舞动，但神奇的事就在此时发生了，丰满的上围竟然稳如泰山，欲都无欲。我们再看看另一段表演片段，这次他身穿露腿的小背心，跳动的时候终于有一点效果，但始终还是有种不自然的弹跳感。DJ Soda 的胸部其实似乎已硬过石头，就算在水中跳动也没有半点动态。他被质疑是人造人早已不是甚魔新闻，除了胸部外，其实不难发现他的面容愈来愈僵硬，笑容明显比以往生硬了不少。